一进来是有一个设定，是你会跳一个 energy 的舞蹈，是不是？是一个动作吗？对，那个时候那个脚本里面是要跳 Kama 啦。对对，然后因为刚说一个部分有已经跳了，我已经跳了。对对对，等一下就可能我要跳这样，但我 Kama 的舞没有很熟。哪一首比较熟？哪一首比较熟？当然是放手比较熟，因为我们那个小学毕业典礼的那个才艺表演，就是整班要跳放手。再听你的借口，我跟你说的放手，不要再装了、欸哦，不要再当什么精神上的解脱。竟然是有一个设定，是你会跳一个 energy 的舞蹈，是不是？是一个动作吗？对，那个时候那个脚本里面是要跳 Kama 啦。对对，然后因为刚说一个部分有已经跳了，我已经跳了。对对对，等一下就可能我要跳这样，但我 Kama 的舞没有很熟。哪一首比较熟？哪一首比较熟？当然是放手比较熟，因为我们那个小学毕业典礼的那个才艺表演，就是整班要跳放手这样。哇，对。再听你的借口，我跟你说的放手。不要再装不了，不要再当什么精神上的解脱。熬过了分分合合，变成最适合的人。谁相信呢？我相信了，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分割。距离只是让人。刚刚说的反应很快，马上就是准备那个漱口水给你。哦、oh, ，对，因为觉得你怎么还瘦？等一下要有吻戏啊！而且我刚刚想到，哦，没关系。然后他说，哎，那我去漱口水一下。我说，哦，那我也去好了。平常没在管他，下一拍跟我说，那你有没有？他根本没准备。伟哥都说，那我好像要数一下。所以奶哥今天是来探班是吗？对，我是来探班。奶哥，我在探意气相挺，因为我刚刚私底下敲奶哥来帮那个，就给宇宙一个惊喜。嗯，而且他很快就到了。哦，非常快哦，非常快速哦。是住在隔壁是吗？我怀疑他昨天晚上睡隔壁。那觉得这个惊喜有成功吗？刚刚给宇宙的惊喜。哎、欸，我没看到，他很惊喜，他很惊讶。哎、欸，你怎么？哎、欸，你怎么会来？不是 Big Boss 吗？真的会来？怎么会来我的婚礼？对啊，他们说今天这边是要拍那个。你们真的很烦哎、欸。你只有看有惊讶吗？你感觉没有惊讶？因为刚刚那个幸福也来得太突然了。真是太突然，是不是？是路人的感觉，没有了，因为他真的没发现，没有他想说，你是不是以为是你眼走进来？对啊，不是。来预习一下，到时候参加那个素维哥的婚礼哦，也蛮妙的，就是在婚礼前，然后就接到一个脚本，然后就是结婚。对他应该是说这一部我们的这个 MV 是帮素维先预习一下，然后是停住了五秒。我们跟卡卡加入临时用不同方式看新闻，谢谢你看超人气 VTuber 爆新闻，直播线上即时互动，轻松有趣多元内容。3月16号起，每周六晚间9点，子午计划 VTubers 在三立新闻网。